不去包了，不去了。你这还整大这碗饭，你不去不是浪费了啊？你理解辛苦，找不了看难辛苦，快起来。哎呀，我吃饱了，我看都不想吃了，吃不进去了。这个是要揣进去难搞呢，不吃不浪费的。妈妈，嗯，你把这衣服还叠床上再搞什么啊？丢哪里啦？这整好的衣服你就把丢哪个了啊？这都过时了，我也不得穿了，搁那靠位置啊。那我穿。哎呀，这都不适合呐，那个颜色款式还是俺姑娘我们穿的。适不适合不重要，穿得就行了哈，不浪费了。这穿得很红啊。娃娃，你看妈妈穿这个西服好不好看呐？好看咯。清明快来，你说我们般不般配啊？爸爸呢？我是喊不出口的。你这阿哥上怎么不行事啦？你看你的爸爸又走得早，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你抚育成人呐，好不简单找一个可以真心实意过日子的人。妈妈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祝福和认可，你不要老是这个态度啦。看你那找哪个不好，就非要找我的前男友啊？你这阿哥整好的个儿子阿哥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，不是浪费了啊？妈妈把他留了，还可以过十几年的好日子啦。那我现在的男朋友我也不想要了，看你那恰好安排。啊！